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84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 Chess， 直接翻译的话呢叫做追赶，它是来自于变形金刚另外一部动画里头的人物吧。我好像看过它的比较低龄化的玩具啊，在反斗城曾经看过。那么因为不熟悉，所以的话呢，我把它留到最后再来做一个分享。那抱持着完全不期待的心情呢去开箱呢，果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意外的觉得它做的相当的可以啊。它真的要讲缺点的话，可能也就是身体是有点空洞，那关节都非常的紧实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过紧的一个手感，掰起来的一个感觉是非常棒的啊。身上呢也没有什么球形关节啊，都是很扎实的一个关节。那么面雕尤其之好看，尤其是这个金属色金属蓝的这个墨镜啊，你看在不同的打光之下，加上这一张嘴巴有点憨厚啊，那这个类似于是一个警察的一个帽子一样啊，非常非常的好玩。那背后的话呢，有一对类似于小翅膀的造型，警示灯啊也是透明部件，武器也是透明部件啊，一个夹子的一个形态。但它这个扣上去呢啊，并不是握持在武器，而是用这个缺口去卡住拳头啊，这样就制造出一个拿住武器的一个样子。那么说明书里头呢也有跟我们展示说，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子拿的话呢，是可以单独的把这个夹子这个部分给拆下来，然后呢是扣在侧边的这个配件上，也是可以变成是一个类似于小钩子的一个造型，两侧都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啊，其实也讲了差不多啊，手臂的话360度的转动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回避一下后面的小翅膀啊，这样转一下躲一下啊，干涉还是比较大了啊。二头肌可以转动，拳头不能转比较可惜，然后脚前后左右侧踢啊都是没有问题。那么脚底板的造型呢有一个斜线，所以它这个脚的话呢很适合做一个张开的动作，而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一个警察的一个感觉啊。来，那我们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吧啊，比较简单啊，胸口先给打开，头转180度，然后整个胸口挑起来。这一片呢，胸口如果不打开的话呢，这边是翻不过来的。到这边的话呢，就把这个盖板给往前面推下去，到这边啊，到上面来，到这里。然后胳膊的话呢，我们先手臂上下旋转，先到这边啊，就一个定位就可以了。再来这个脚的话呢，是从侧边这里啊把它给推开，然后整片再推出去，然后呢有一块部件啊把它给伸长伸出来。再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你看轮胎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转到侧边来。再来怎么做呢？把这个脚底板内外做一个翻转，前面这块部件顺势翻下来到这里，然后呢这边把它扣上去，鞋尖给摆进来啊。一侧的脚的话就这样子，那另外一侧的变形呢完全一样啊。我们来把这个部件先给推开，整个部件给推开，然后整个脚给拉长，然后脚底板是内外翻转啊。然后呢这个鞋尖把脚后跟给放下去，到这里扣上，然后呢把它转到侧边。这个时候呢我的建议吧是先把两腿中间做个合并，这里先做个合并，然后这个长短的这个脚啊，伸长的这个腿这里的话呢就不要啊，记得不要结合啊，并没有要结合，并没有要缩短。然后两侧的话呢做一个合并，这里的话呢要稍微用一点力才能够把它给压好，到这边啊，到这里车头在这里嘛，然后就直接怎么样呢，把这个脚直接的往前面推过来，到前方来。到前方来之后的话呢，这个白色的凸啊要记得把它给放到这个底下下缘去，这里稍微切一个角度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它给往前面推进来。好，推进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密合的动作了啊，直接的全都不要转啊，不要转，直接从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另外一侧这里也是一样的，硬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啊。这一款玩具的容错率呢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把它给扣上去。好 OK 了啊，那最后的话呢，这个从上面由下面这里把它给扣进去，那以及这里白色的这个地方呢有凸跟灰色的凹一样，要做一个结合。其实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倒是我的感觉吧，你不需要说特别去做什么瞄准了啊，基本上硬塞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把它给塞进去的这个地方。好的，那么在一番的这个非常简单的变形操作之后的话呢啊，这一款 Chess 追赶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如果说呢各位跟我一样是抱持这个完全不期待的情况呢来开箱这个玩具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还不错了啊，刚人形的表现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很糟糕啊。
那它在一个车形态下的话呢，涂装的问题可能凸显的会更多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蓝色的部分啊，E7的部分呢还是有比较严重啊，武器呢会挂在后方，如果你拿下来会有一个洞啊，也不是很好看啊，但是挂上去的话呢，毕竟还是一个蓝色系吧，而且这个武器体积不是很大啊，勉强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然后这个兵器的话呢，在手上的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扣在门边，你也可以扣在前方。那我个人感觉吧，可能扣在门上会稍微好看一点点。那黄色的透明部件啊，用在了车头灯啊，还有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啊。车头灯现在还有透明部件，这个已经是很难得了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啊，不过的话的一个致命伤还是在于说，并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变形金刚的角色。不过，单纯就一个玩具的设计来说，这一款做的还可以，特别是脚的变形啊，其实是有一点点新意了啊，并不是很多变形金刚可能没有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个人觉得还不赖啊。但是回归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的变形金刚的定价实在太贵了啊。Deluxe Class 的话呢，平常一出来就算打折，也台币超过700块钱啊，并不是那么容易说让我们愿意掏钱去把这个东西买回家的啊。那喜不喜欢的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